主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对男女狼狈的被移送，这对夫妻涉嫌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，刚好被害人的包包里放着可以追踪定位的 AirTag， 因此警方循着讯号轨迹追踪，迅速在7小时内把人逮捕到案。带你来听警方最新说明。两名的嫌犯自本市消费之后，疑似花光身上的现金，起心动念在停车场附近随机挑选。 目标下手犯案，而被举在4小时之内即快速掌握两名犯嫌身份，北上至犯嫌落脚处巷口埋伏，弃获犯嫌到案。初步了解，这两名嫌犯是夫妻，从外地到台中游玩，在公园路附近的停车场合谋行抢，趁着车子在门口停下等待栅栏升起准备要出场时，打开副驾驶座的门迅速夺走被害人的包包后，搭上前来接应的机车逃逸。不过最后因为定位让行踪曝光，夫妻两双双落网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。 最新消息，时间镜头转棚内。 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静好新闻。